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西亚，欢迎回来慢慢产业。那在上一期呢，我们已经把这里所有幸存者都已经安顿好了，给他们准备了好多吃的喝的哦。那我们这边今天也要准备出发了，我先煮一杯茶吧。我现在身上呢是已经没有那个了，没有食物可以吃了，先喝一杯茶，哦，暖暖身子，然后把水喝饱吧，喝个水饱，喝饮料有用吗？喝饱之后呢，今天我们就要走了，离开这个地方了，再见了你们，走吧。哦，出来之后有一个电话，我们来接一下。Hello, Molly. 哦，果然又是莫莉。好吧，莫莉又逼逼赖赖了，说他那些破事了。然后他告诉了我们一个地点，要到这里哎，我看看。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会路过这个黑岩的支线任务，我们可以去这边看一下，然后再去这边，行吧。总之莫莉呢是一个类似于怨妇的人吧。他哦，外面风雪好大哦，我的天。那我们不管莫莉了，总之他就是那么点屁事了。他把他丈夫给弄死了，也不算是他把他丈夫弄死吧，他丈夫被狼咬了，他见死不救了。我们沿着这里走吧。我没走出去多久，我的体温已经下降了一半了，哇，掉得好快哦！而且这风声呼呼的，我听着有点像狼叫的声音。哦，真的有狼哎！直接给他来一枪，一枪搞定他。哎，一枪就解决了。原来第一头出现的狼，我们把它秒了之后，后面就。没有后续了，他们就会跑了，太好了吧！我可不想在这种天气跟狼群作战啊！我现在状态很差，我看一下我身上，衣服都已经湿了，而且我的体温快掉完了。我才走出去多远啊？哇，一半路程，我们还要去这个座山上呢，赶紧走吧！在哪里？在哪里？好像在这个山上吧。哦，在这里呢，在这，这里刚好有一个可以生火的地方，我先生一个火吧，加个助燃剂，生得快一点。哦 ，nice 啊，总算是找到庇护所了。山顶洞穴，地上有兔肉，竟然还是新鲜的，把它吃掉吧。还有一些坏掉的箭矢，我们就不要了吧。我都没有弓啊，这背包收挂一下。兑换藏匿处。他说那个东西还在外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管他了，先拿走吧。总之，腐败的我们就不要了。这边地上还有个顶级桃子，哎，还不错，我把它煮一下吧。煮一下，它是可以给我们加热量的。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任务。接下来呢是要搜索藏匿处在哪里啊？哎，就在我这个洞穴啊。这洞穴看起来很大，我们进去看一下吧。报纸，没有其他东西了吗？还有木材，还有一个睡觉的地方，也不是很大哦，在这里。任务完成，黑眼。哇，子弹，太好了，我刚好没有子弹。助燃剂、军用口粮、信号棒我就不要了，太多了。哦，还不错，还不错。赶紧来这边烤烤火，袍子也煮好了，我等一下再吃吧。我先把我的，哎，我左轮呢？我左轮没有带出来，竟然！我的天！好吧，那我子弹白拿了。嗯，算了吧，我看看还有多远。这里过去也不是特别远了，我们吃点东西就出发吧。现在体温也恢复了一点了。哇，不愧是顶级罐头啊！朝着这边走，走吧。哦，又有狼，赶紧往前跑，拿出我的枪先。哎呀哎呀，这个我没，好像没子弹，那赶紧换一把，且战且退吧，我感觉我快到了，我到里面就安全了估计。哎，卡壳了这枪，我赶紧，哎，没打到他，也算是把他赶走了。这个打一发要装一下弹了，很可恶。
找到他了，哦，前面就到了，赶紧跑，赶紧跑。没追过来吧？赶紧进去，哎，能进去，从这里进去。门呢？地上还有一个死人，不管他了，我先走了。太可怕了吧！哎呦，哇，这里黑漆漆的。拿出我们的煤油灯点上吧。哦，来这里看一下。哇，这边有好多子弹哦，但是，哎，有步枪子弹太好了，我左轮枪没带了。哦，还有海军的那个信号弹，哎，这里都搜刮一下吧。看来这里蛮多物资的，信号弹也可以。啊，这些衣服我就不要了吧。嗯，这些柜子，哦，我有带撬棍。其实我现在也不需要什么物资了，搞点食物什么的就可以了。哦，这个好，我的枪啊！我把煤油灯先放地上先，来让我看一下。哦，我现在失血状态耶，赶紧把血给止住先，不然会一直掉血。然后呢，我们来插一下枪吧。我这把枪只剩 17% 了，来清理一下。清理应该就是修复吧。好的，22%，这要修理几次啊？再来多插几次。算了，我先搜刮一下吧，说不定等一下拿到一把更好的呢，是不是？陈旧的我就不要了，嗯，好的我就拿一下吧。新的滑雪服，哎，这还不错哎。OK， 还有其他东西吗？这个房间里面有咖啡罐，哦，咖啡也可以。花生酱，哎，哎，番茄汤都是好东西，狗粮要吗？狗粮不是很想要了。还挑三拣四的，哦，收音机，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找到这个嘛，来听一下看看。它其实是那种那个通话的了，应该叫电台吧，不应该叫收音机。坏掉了。好吧，他直接去睡觉了，不用我操作。可能是要等到那个极光之夜的出现吧，一觉睡到晚上。哦，没错，来电了，果然无线电台可以用了。收到坚毅磨坊的那个电话了。他们出现了检疫状况。Mackenzie, is that you? 竟然还接到麦肯齐的电话了。I can hear him, but he can't hear me. 那我们跟麦肯齐的那通电话呢是连上的，就是第二章的时候他在猎人小屋打出来的电话，跟这边呢连线是连上了。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去坚毅磨坊了，到时候两条故事线会汇合。这边又接到电话了，真的太可恶了，又是这个莫迪。What is it, Molly?我想想都知道都是茉莉。行吧，这个茉莉呢，哎呦，一直在说她的破事啊，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听好吗？然后她是觉得阿斯特利德也抛弃了麦肯齐了，跟她有共同点了，其实跟她完全不一样好吗？然后呢，她这边又给我们指了一条路，她是指路 NPC 哎。哦，我们接下来要去这里了，但是我现在看一下我自己身上的状态。衣服还是有点湿，嗯，其他也还行吧。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了，我们就在这里稍微再搜刮搜刮吧，看看有没有什么是我们需要的。来吃的这些拿一点吧。哦，助燃剂要的，信号弹其实我都不太需要。还有其他的吗？哦，这里竟然有个手电筒，哎，还可以。这是我在第三章第一次拿到手电筒啊。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啊。这里桌子上，哦，宜人山谷收藏品第三部分，这只是让你收藏的，好像也不是什么支线吧。有一些子弹，但是我主人枪没带，太可恶了。行吧，其他的也没什么了。这里怎么还有一个清理套件？那我们就在这里把枪清理清理吧。这里还是比较亮的。这插枪只能慢慢插吗？不能一下子把它插到那种完美状态吗？要好久，我就一直插吧，把它插到最好为止。
这边发现我在这里面擦的话挺浪费时间的，我的鞋子这些都是湿的。那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好像有看到外面有那个可以烧火的地方吧，我出去烧一下火吧，这里面东西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拿光了。哇，外面现在风雪是比较小哎，那我们来这边吧，这里哦，对，这里有烧火的，还有很多柴火呢。我先把它升起来吧，加点助燃剂。我现在助燃剂反正挺多，生火的次数也比较少。在这边一边插枪一边那个嘛，添加点燃料进去，把小树枝都加进去，小树枝太多了，可以烤四个小时。哦，这里还有补给箱哎，看一下，油壶、信号枪。哦，好多东西哦，加工木材好几根哎，不错。我们把这把信号枪给那个吧，里面子弹拿出来先，这把我们就不要了，然后这把百分百的留着，继续来给我们插枪，插到天亮应该可以吧。哦，97了，再插一次就可以了。哦 ，nice nice， 漂亮。哇，什么风雪又开始大了。子弹给它装上去，行吧，枪的问题解决了。看一下身上，这双鞋子还是潮湿的。那我们先进去吧，进去睡一觉先。这个人我们刚才摸过了没有？还没摸呢。能量棒，左轮，左轮，怎么都是左轮的子弹啊？哦，天是彻底亮了，但是风雪还是很大哎。哇，我这个火真是给力啊，烧了一夜了。那我们这边这一杯咖啡吧，好吧，吃饱喝足，现在状态呢已经满了，那我们就朝着这边赶吧。这个风雪看来是停不下来了，剧情就是这样子。我来看一下方位，哦，我应该这样子直接横穿过去嘛，会快一点。我直接横穿过去看看，能不能这么走？这里是山坡哎，我把枪收起来，可以从这里滑下去吗？可以耶，慢慢走就不会摔伤。行吧，这里有路吗？对，没有路了。哇，这里是垂直的耶，但是这边有一些坎可以让我站一下。哦，哇，厉害厉害厉害！垂直的可以直接走下来，我们只要慢一点，应该就不会受伤。牛逼牛逼，不愧是女主。慢慢走，慢慢走。哦，还是摔伤了，这是疼痛。嗯，稍微治疗一下就行了。走这些的时候小心一点吧。好吧，下来了，那我们就一直往前走吧。哇，体温掉得好快哦，刚出来没多久就已经掉了三分之一了。我现在顶着寒风走，走得好慢哦。我的体温没过多久哎，我才走了多远啊，这么点路程就已经掉完了，怎么办啊？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庇护所了，在那里生火生一下先吧。哇，蓝的声音，我直接拿出信号棒来吧，他们靠近我的时候我就点亮，这个叫燃烧棒吧。哎呀，还是被咬了！哎呀，怎么回事啊？这些狼啊，不讲武德，不是要跑吗？不按套路出牌，怎么回事？往这里走，我赶紧去那个幸存者庇护所先。不知道这根燃烧棒烧完之前能不能到？我坚持住，信号棒快完了，我朝他们丢一个，我再点一根。哎呀，还是被咬了。哎呀，到了到了，这狼太可怕了。其实狼也不可怕了，主要是这暴风雪来太可怕了。去你妹！你进去。哦，算是到家了。到家了，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回血吗？哇，我现在血量好低哦，我现在看一下状态先。身上也没有受什么伤，就是血量有点低，怎么回血呢？
不知道，其实我们可以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吧。现在时间很早哎，其实我们可以过去啊，但是我怕我血量太低了，被拦着咬几口就没了。我们睡他个20个小时，我从来没睡过这么久，我只能睡12个小时。我们来试一下吧，睡到第二天看看。哦，一觉醒来我快渴死了，先喝点水吧。倒是也没什么事，现在时间呢，距离天亮可能还有6-7个小时吧，继续睡他个6-7个小时，睡7个小时。我现在血量都已经回满了，没有关系了已经。哦，天亮了，这边吃点喝点就出发吧。我把军用口粮给吃了，然后咖啡喝一杯吧，给我提提神，增加一点温暖。好的，吃饱喝足，状态回满，继续往前走。好猥琐哦。可是那么点雪，我不敢走了。这种暴风雪的天气还有狼，哦，现在竟然没有暴风雪了，这太好了吧？它不是一直持续的吗？就那两天吗？哇，这太爽了吧！那我直接可以过去了。看一下地图，在这边。好的，要是都是这种天气，我一天就够了。这么点路程，真的是，我应该往这个山里面去吧。现在碰到狼我是一点都不怕了，一枪一个好吧。哦，又有狼了，真的是。现在来一个死一个，我跟你们说好先。来一个死一个。哪呢？不要从我山后面冲出来就行。在那呢，臭小子。4只。区区4只小狼。来来来，走近一点。没打到。哎呦，还会走位。他不要从我边上绕过来。一个，再来，再来啊，臭小子。哎，太近了，太近了。这只没死，哎，没打到，算了，我就2发子弹了，不打了。行吧，总之有弹药的情况下，天气不恶劣，这些狼一点都不可怕了。赶过来搞我事情，这么好的天气，哎哎，你小子，算了，让他跑。走喽，我们的目的地好像就在前方吧？哇，这里有个狭小的路通过。哦，到了，嗯，在这里吗？这么小的地方要钻进去？哦，不是钻进去的。哎，狼又来了，真是太可恶了吧！这么多狼，我赶紧进来了。离开一人山谷，离开这里就没有办法回头了。所以，一些支线任务要做的话，就去做完了。但是我不做，谢谢。拿出我们的煤油灯，点亮一下，这里面还是有点黑的。让我来看看，哦。外面就是回去的道路了。外面怎么开始刮风了？走吧，这些煤炭要吗？没什么好要的。往里走，往里走。哦，这里有岔道哎！地震了，地震了！不要把我埋在这里面啊！等一下，不知道里面有多深。哦，挺恐怖的，感觉在 这种环境下一直在地震。这边有个工作台，但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好做的。这里的柜子给它搜刮一下。助燃剂是挺好的东西，我都有拿的。油灯燃料拿一个吧，这里面估计要待挺久的。陈旧的新鲜的拿一下，陈旧的就不要了。继续往里走。我一直有石头在掉下来。哦，醒过来了，有电了，说明是到晚上了，就到了那种极光之夜。继续拿上我们的煤油灯吧，虽然有电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样会亮一点。走进去。为什么晃晃悠悠的？是不是身上受伤了？来，我们到前面来检查一下。
哇，扭伤扭伤，疼痛疼痛 ，OK， 赶紧来治疗一下吧。还好我手上药物比较多。好的，身上的伤全部治愈，继续往里面走吧。癌症啊，不要了吧。哦，这里哦，这里是有漏电的，我们不要走到水里面过。走到水里面过就会被电到，要从这个狭窄的地方走过去，这里还得钻过去。哦，前面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地方，这是什么东西？哎，好像可以，有个保险盒。烧断的保险丝是坏的，我们先把它拿走吧，去前面看看先。这边有台升降机，我们要试用一下，肯定要去到什么地方。哦，很明显不能用，可能就是那保险丝坏了，我们要把它修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任务吧，接下来该怎么做啊？更换烧坏的保险丝三个，刚才那边有一个坏的，我们要把它更换掉。可是好的在哪呢？这边是工作台可以修吗？哦，不行了，这个燃烧棒挺好的，我拿一下吧。来这里搜刮搜刮吧。哦，这样还有厕所哎，有个手电筒，手电我有了，不用了，谢谢。这里面有保险丝吗？军用口粮还可以，运动饮料也行啊，新鲜的。行吧，这里没有保险丝，这里好像可以上去。这里也有一个，也是坏掉的。两个了，有两个坏掉的。再往前走，你走完你走，这个水不能踩啊，到处都是漏电的地方，离这个电线远一点，被电到还是挺严重的。这个门被锁着，需要螺栓割刀。这里面四通八达的，我等一下马上就迷路了，像我这种路痴。哦，这里又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上面也有一个，要怎么上去呢？要从这里过去吧。进来，哎，得钻过去。哦，上来了。这里有个保险盒，更换保险丝。哎，这是新的。我要把这个新的拿去换那个旧的吗？哦，拿走之后这里就没有电了。这里面看看有没有好东西，止疼药，布料拿一点吧。行吧，那我现在可以直接从这里跳下去了，这边没有电了已经。哎，什么意思啊？还是被电到了？不是没电了吗？太可恶了吧！保险丝不都被我拔掉了吗？都没有电了吗？这里面进去。哦，就是这个，螺栓割刀就是这玩意啊。行吧。有一具死掉的尸体，能量棒哪一个？火柴就不要了。那这里面现在是进不去的，还是有电啊？里面肯定有好东西的。我们刚才是哪个方向过来的？我都忘记了。往这边走吧，可能是这个方向没走过。哦，这前面也有一个，好像到处都是电哎。来。哦，这里也有一个好的保险丝，哎，补给箱呀，好东西，信号棒，燃烧油灯哪一个？陈旧的，好吧，有个油灯有用吗？物料牛肉干拿一点，这里过不去了，那我们只能回去了。哦，这边有个洞哎，现在这下面是没有电了吧？想坑我，从这边过。往前走，这里也有一个，怎么这么四通八达啊？哦，这个是坏掉的，那所以我是要把好的放进去，好的现在才两个。哎哎哎哎哎，什么情况？哎呦，我不知道说什么了，怎么从这边开始了？我又得从头跑一遍啊！我都快崩溃了。
好的，那我们这边呢又走到刚才那个流程了。我刚才是死在这里嘛，然后我们这次不站在水里了，那我们把这个新的给放上去。哦，这里就来电了，走这个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哦，不要被电到了。这边只有一条路可以出来，那我们就去这个门，这个门里面应该也是有一个保险丝的，我们把它打开。哎呦，还要先关灯啊，这么文明。为什么不先把门给，不先放地上算了？我还是要开灯。在这些山洞里面，我离不开我的煤油灯啊。OK， 这边呢又有一个好的，我们把它拿走吧。这样子我们三个就凑齐了。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吗？这个还挺好的，背包搜索一下。顶级桃子罐头，嗯，还不错。回来之后呢，我记得这边是有一个坏的，对，它这个盒子啊很破烂的，就是坏的。把这个也放进去。哦，通电了，我们可以从这里下去。废修，然后呢，门口那边也有一个是坏的，就在这里前面。那我们把这个也换上，更换保险丝。哦，三个保险丝呢都已经更换完毕了，现在就可以使用这个升降机了。废修。哦，总算是离开这里了。嗯，下来了。下来之后呢？没有什么东西的呀。我们继续往前走走看吧。什么意思？哦，有个门可以离开了。我先来这里搜刮一下。终于要走了。新鲜的花生酱还不错吧？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了。哦，外面现在是夜晚吗？哦，离开吧。感觉出去就很冷啊。哇，这是什么地方啊？ What the hell？ 哇，哇，一片破败的末日景象。哎，这些都是五金吧？ The world is changing. Has changed. The aurora, the weather, the wildlife. It somehow feels like Mother Nature is crying out. Maybe she's warning us of what's to come. 哦，好的，那我们这边呢第三章呢也正式完结了。然后下一期呢，我们就要开启第四章的旅途了。第四章要去坚毅磨坊了吧？哇，看着那一副破败景象，就感觉第四章应该是蛮离奇的。不知道会不会碰到麦肯齐？我觉得到第五章两条故事线才会交汇吧，应该，也许大概吧。反正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